不少民众都来到太平山欣赏难得一遇的雪景。将会被求婚的女仔现在仲未知情，很开心耶、我们刚好来庆生，有四个寿星。而这一日的男主角就已经做好准备，除了庆生当然是要准备求婚、加上旁边亲友的欢呼，这场雪地求婚有了完美的结果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有线电视记者高玉婷报道。